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呢，这段影片呢，是要介绍我们台湾净土宗啊，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大师啊，就是慧净上人，他的一些经历。因为这些经历呢，我觉得对于还在圣道法门修行徘徊的人，会有一个启发性，所以才特别制作了这段影片。那这个影片的缘起是在112年8月25号这一天，因为上人慈悲呢，莅临到十方圆通寺，那在跟道成交谈当中呢，他陈述了他过往修行的这一段历程。那这个历程我觉得很重要，那因为这个时间点有几个我没有确定，所以我在12月27的时候，又前往象山的道场呢，拜见了慧净上人呢，有跟他请教。那他给我很多的照片，也有一些细节我厘清得更清楚。那我想在这里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后面的影片呢，我们就会放8月25号当天所录影，全部由上人自己所亲口陈述的这个内容啊。那上人呢，他是民国66年的9月19日，他在佛光山出家。他在佛光山出家呢，一直到这个民国74年，他跟常住呢告假下山，这段时间都在佛光山。然后他有描述说，他在出家之前，他就有看很多的这个经典。他当时为自己定的两个目标，一个是禅，禅宗，一个是念佛。那他当时说，他看了自己看了很多一些禅宗的书籍，没有找禅师来教导。一方面呢，也找不到真正的禅师在这个时代来教导你。那所以他就是自己只有看这个禅的书籍，然后呢，早晚呢，他都有打坐念佛，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一直有打坐念佛这个习惯。那他当时的目标就是说，如果说我今生来修行，因为学习禅能够明心见性、开悟证果，那就是不负我得到这个人生。他说，万一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那我至少我念佛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好，那如果说我做得到又能念佛，就如那个永明延寿大师说的嘛，如带脚虎啊，这个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啊，那就更好不过了。但上人他给我那天给我的一份资料呢，他之前在跟别人阐述里面说，哎呀，当时他就有点投机心态的了，万一这个禅不行呢，哎，那我还有个净土来保障了哈，因为那时候没有接触到这个纯净净土的。那他一心呢，一直想要这个有禅定的功夫，加上说当时他看的净土的书籍，因为当时台湾净土书籍很有限，大概就是这个印光大师的这个文钞啦、迦言录啦、精华录啦，还有他说有净土十要哈。那当时在台湾弘扬净土的，他说比较有名有道元老和尚，然后主云老法师，主云老法师专门推这个大专那个精进佛七的。但是这些当时在台湾比较有名的大德，他们在弘扬的净土呢，是圣道法门的净土，是自力修行的净土，都是讲一心不乱。这是很多净土行人最大的障碍，这两句一心不乱，第二句心不颠倒。因为这两句做不到而产生了不安，产生了往生没把握、往生不定，而导致最后因为害怕而真的没有往生。他说，因为他当时看到的净土呢都讲一心不乱，所以他心里就想，那我呢必须要先达到这样的功夫我才有把握。所以这个也是他到后来会去住山，想要一个人修行得到定力、得到一心不乱的这个原因。好，这个是讲说他在出家之前就已经有这些这个经历。那他出家之后，他出家呢
在佛光山，当然我们了解佛光山是法务很兴盛，也很繁忙。哈，他说呢，他有一次呢，突然间被派到一个任务，就是一个礼拜以后呢，你要去当放焰口的金刚上师。我说一个礼拜怎么可能？我说放焰口要背咒语，要打手印，对不对？还要唱念，因为我对焰口很熟悉啊。我说那就不可能。他说对。就一个礼拜给你这个任务，他说那一个礼拜全部在验口本，全部看。我说哦，上人你很厉害哦，一个礼拜你就可以唱念，可以打手印，你还哦还可以那个咒语要背，也咒语都很长很长很长，你还要打手印，还要唱念。然后他说那一次被派去做金刚上师，那一个月每天都去放验口，每天呢、啊、每天都放验口。然后呢，在那一段时间，在佛光山那一段时间，他有跟我陈述了跟我们法脉，就是广清老和尚的因缘。因为他呢，曾经跟着这个佛学院的学生到承天寺去拜见过师公广清老和尚，也曾经后来自己私底下去拜见过他。那也曾经呢，都有开车载他们佛光山的信徒，因为一样在高雄嘛，他就载他们到以前我们山上，就是宝来妙峰寺。他说他有开车载他们的信徒呢，就到妙峰寺，有这样的因缘。还有施工涂皮那一天，他自己早上在静坐念佛的时候，突然间有很强烈的声音说，现在就去妙峰寺。他原本是打算涂皮之后人少了再去，结果没有想到那天一去一看，竟然就是施工的涂皮。他在佛光山这一段时间以内，跟广清老和尚有结下几次的因缘。他在影片的第一大段有陈述到。我跟广老的缘啊，也蛮早的。我是66年，这个农历9月19号出家的。那在佛光山。隔年，就有一个因缘到台北，就办一个佛学院啊，然后几个随僧上来，那我是跟着打杂上来的，那么67年，有带队啊，去成年禅寺顶礼广老，那第一次的缘，一些随僧，那之后哈，我又单独一个人去，那时候正在盖大雄宝殿嘛。那唱功带了一些大专学生在那里拜佛。那我很想这个亲近广老嘛，所以广老就是坐在那个好像藤椅上，那我也跟他坐在右边啊，然后静静的看广老的这个举动啊，因为他有入过定嘛，禅定功深啊。那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信徒啊来了，就立刻到广老的前面啊跪下来，合掌，要请广老跟他加持。那我就很好奇，哦，加持，广老会怎么样来加持啊？就要看呢，要水啊。结果并没有什么加持。广老只是讲说哈，要个气啦，你。可以来报喜。那么看那个信徒好像哈，很内行的样子，他已经预备好了，在那个口袋哈，就拿一叠，他已经绑好了，然后就拿给广老，那就这样一合掌，他也离开了，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因为那个时候在盖雄宝殿啊，他前面有贴了很多捐献者的红单嘛，之后也去了几次，有一次去哈，那我也不晓得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我就问广老说，老和尚，老和尚，你当初在山中入定那么久，那入定的那个现象，那个境界啊，那个内涵，是不是请老和尚开示开示？结果他回答得很简单，他说："哈，哎呀，你都无入定，
挂你讲，你嘛未了解。那我一听哈，我就觉得啊，这理所当然的。嗯。这个明眼人跟瞎子讲颜色，瞎子怎么理解呢？啊，那一次，另外一次，旁边的那个祖师殿哈盖好了，有一次去广老就坐在祖师殿里面，那我也去跟他顶礼，那他到了，他到妙通寺，那个时候我在佛光山嘛，还在佛光山。那台北来的信众啊，我有时候会开车送他们到庙通寺。哦，有去过啊？去拜佛。哦，对。然后哈，一到里面那个更进去的那个桃园呐，啊，对对，也是面观光山里面的山区，所以有几次的远庙通寺。哦，那个时候感觉庙通寺哈信众多，而且哈很整齐清洁。连外面的洗手间啊，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的。对，以前阮叔公吼，爱公厕吼，因为足侪人讲，哦，这比阮家客厅较清气。较清气。啊，阮叔公安尼，这间公厕风水好啦。那广老好像都是坐在那个走廊藤椅上。藤椅上。其实师公很幽默，虽然我接触的时间很短呐、我接触的时间无长吼。一公为真幽默，一可能是看这种禅宗的祖师那种风，其实他那个风格蛮有，像他那个一个侍者，就是他都喝牛奶嘛，那个侍者动作很慢，去了大概一阵子没有回来，然后我师公就说：“迄个吼。”他那去到美国都不知道他回来，然后他有时候就是他讲话，就是我当时的印象，虽然我那时候比较年轻，也不是懂佛法，但是觉得哎、他很有趣这样子啊，恭维紧促你啊，然后那个他们说以前信徒底下一直恭维恭维啊，一直哈一直边啊嘛，可能视线那个度孤，然后哎你说啊还是。唔通去差的老和尚，他就故意把眼睛打开，讲：“您尽量讲，您如讲我如何困呢？”对，师公是，我觉得他不容易，靠自力修行有到那个功夫哈，真的是不容易。他往生之后，还继续在度众，很多人都在梦中。对。对，哇，那这样子可能我跟上人或许在庙公寺有见过面，不一定哈、对，是啊，那么久了，因为那时候您去，哎，啊，没有，你刚好您下山的时候是我出家那一年，74年。哦，我74年、那可能没碰到。山对，啊，我74年才去出家，那可能没有。是。这个。广老往生的时候哈，那时候我已经在一个山里面了。哦，我虽然在山里面。上人打岔，您在哪一个山里面啊？在大树。高雄。高雄。深山里面嘛，山上。大树哈，那个山不算高山，但是很偏僻。哦。比较偏僻。哦。是靠近燕巢。哦。那附近没有住家，刚好可能是以前人家。人留下来的那个山寮啊，那刚好那一片地是我表兄他们买下来，刚买不久。那晓得我在找地方，所以有一天就联络我，说有那个地方要在我去看看，我去看哈，觉得这里很好，或者主要是附近没有住家，尤其是在山里面，他要到大树。市区啊，还要十几分钟的路程啊，所以就住下来了。哦，那联络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大树市区有一个熟悉的人，他跟我表兄很熟，所以就以他那个地方联络，有杂志啦、书啦什么啊。那么那个时候我晓得广老已经往生了，那定在哪一天要涂皮啊，我就在想啊，等涂皮过后啊，
我再到庙通寺瞻仰他的舍利子。如果荼毗那一天去，因为我住在那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佛光山的师父们，还有岐山的莲友们都不知道，我怕人被人家认出来，不能说你住哪里。所以我当时住在山上，都独来独往的。荼毗那天人太多了，这样啊，很多是排到假仙的路上。是，那有一天早上，因为我早上起来都打坐嘛，打坐晚了，才说要洗脸用早餐。那么有一天早上打坐，静静的心中就有一个念头，现在就到庙通寺，就这样啊。那这个念头也蛮强的啊。那我就在想，啊，这个荼毗已经过了啊，已经过几天了，所以现在到庙通寺是可以的，人不会那么多，所以我就骑一台那个苏打。骑车啊，我要骑蛮久的。对，蛮久的啊。等一大早啊，就慢慢骑，慢慢骑啊，骑骑骑，骑到那个宝来吧。宝来，宝来。哎，我们是宝来。离庙通寺还有3公里啊，就看到路边一步一步的这个轿车一直停啊，整排。我就想，哎呀，这里是有什么人？人入办喜事，所以才有这一些这些亲戚朋友的轿车一直排啊。但越看越不对，哎，怎么从那个宝来一直排一直排，这里好像没有在办什么法会喜事的啊。那越骑啊，车子越多，一直排一直排，那我就在想，哎呀，是不是会不会是庙通寺在办什么大法会？这些车子是往庙通寺排过来的啊。到了庙通寺哈，结果里面啊、外面啊、车子啊、巴士啊很多。进去，哎呀，整片都人海。原来是那一天荼毗。那大概是延期的样子，我不晓得。所以我们念21天的佛。啊，这样啊！念21天，他初五圆寂，安念21天。是，刚好就是遇到了这个荼毗大典。那一些老一辈的这个长老啊，很多十几位，穿这个红祖衣的就整排，迎接广老的大体去火化。广老大体一出来之后，所有的法师信众立刻啪跪下去。你看管老他的这个威德啊，对，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也是管老的引导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岐山念佛会啊，领导一些菩萨们，那我离开是没有预先跟他们讲，因为我想我如果讲的话我离不开，那我确实想哈住山一段期间。体验出山的修行，所以我离开，他们这个莲友们都不知道，甚至佛光山的师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一天啊，有一些岐山的莲友在，就遇到我了，在庙通寺，在庙通寺，然后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一个地方，那个哈、就是观音山。我也没有说什么的观音山，其实我那个地方离大社的观音山还很远，才几公里了，也不算远。那么莲友们也晓得我不想让人打扰，所以也不继续问下去。但也因为这样哈，也圆满莲友们对我一些挂念呐。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是广老的引导。一定是的。所以说他虽然往生啊，但还是在这个虚空法界当中。不过上人您广老的缘了。那现在我们最主要的是要讲他告假下山之后为什么。我问您说，上人您为什么要告假？他说因为我要住山。他为什么要住山？因为住山远离人群。
因为他说他以前看天台的小指观六妙门呢，都说如果你要得定，你要远离人群，最好人声狗声都听不到。他说所以他当时就想到师公广清老和尚在以前这个大陆的承天寺的后山呢、啊，去这个住山的时候，那真的是远离了人声狗声。因为上人他当时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得到禅定，也能够念佛到一心不乱，所以他的目标就是住山。那他住山的这一段里面，这一段里面接触到了法然上人的书，还有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这一段。好，等一下我们回头会来稍微解释一下。那因为这一段他看到这个思想以后，他非常的高兴，他说如果这个教法是真的，那我们全部得救了，不是只有我得到解脱，我的那个父母眷属，我们所有以前有结缘的莲友，大家都可以得度了。但是他为了一探这个教法，就决定一定要去日本。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台湾的环境没有善导大师净土思想的弘扬，也没有这个书籍，但是在日本却非常的多，他们都以善导大师的教法为基础来弘扬。为什么？因为善导大师的教法在唐朝末年由于众生的业力的关系在中国消失了，不复存在，这才导致说唐末之后历代祖师弘扬净土都站在各宗各派净道圣道法门的角度来说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善导大师的教法。在中国，我们的教法是一直到民国初年由杨仁山居士从大英博物馆请回来，那印光大师看到了，是印光大师的开示跟善导大师的教法是吻合的。好，但是我们台湾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这个书籍，没有这个教法，日本非常的多，所以他决定说我一定要前往日本来探寻这个教法的根源，一探究竟。他当时说我这个愿很坚，他用一个形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说我一定要去日本。他去日本这里有非常精彩的阿弥陀佛的一个安排。那他在住山之前他当时曾经到泰国一个月，住在泰国的庙里，为了了解南传的教法。南传的教法就是静坐还有观四念处，静坐跟观四念处，他一个月都住在泰国的庙里面。他经过一个月之后，他对这个南传的这个教法完全放下。为什么？他觉得很难，做不到，静坐四念处而要解脱做不到。之后他又到尼泊尔一个月，也住在喇嘛庙里面。为什么？要探求密宗的教法，尤其他们有一种破阿法，破阿法就是超度亡灵的，就是那种法说可以把亡灵超度解脱。他说可是他去了一个月，他发现这个法要观想，要持咒，要做种种，他说很难。他们给你灌顶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接触密宗嘛，我以为灌顶就是哎什么功夫就传给你，知道？他说不是，给你灌顶就是把这个法传授给你，但是你要自己去修这个法，你修成了才有办法。所以他当他在尼泊尔一个月之后，他也完全放下了对密宗这个教法的追求，他认为这个也不可能，也做不到。那他在住山期间，他很客气，他说他是希望能够得禅定嘛，对不对？他说什么定的影子都没看到，所以也就放下了，禅宗放下了，密宗放下了，南传放下了，又看到了法然上人的教法，就一心一意的他就念佛，然后就到日本去。他决心要去日本，他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他呢，他说他到高雄的旧书店，因为他想要从旧书店里面去找看看有没有善导大师的这个教法，都专门找旧书店没找到，又到台北去找。他在台北一间旧书店叫二间堂，
这间书店的老板，我觉得他功德很大，凭这个功德应该可以往生西方。为什么？因为在二间堂，他到二间堂呢，都是日文书旧书，都是日文书旧书，而且很奇怪，里面佛经的日文书特别多。那个上人说，他去那个二间堂的时候呢，非常认真，一本一本这样翻呢、啊，因为他的这个专注引起老板的注意，这老板就问他说：“你在找什么书？好、哦，你想去日本吗？”他主动问他哦：“你想去日本吗？”我想那个阿弥陀佛的安排，让他有这个灵感问他这一句。他说：“对，我在找净土的书，我想到日本去，我想去日本去探求这个净土教法。”然后呢，这个老板说：“哦，你想去日本，那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好，那个人就是他爸爸。为什么呢？他爸爸呢在日本留学，而且他爸爸娶的这个太太呢，刚好是日本西本院寺所属寺院的一个女儿。因为日本的那个佛教啊，他们是家庭式的。”都是那种家庭有结婚嘛，家庭的传承。他娶的那个太太呢，刚好是归属于，因为西本院寺有很多的下院呢、啊，其中一个佛寺的女儿。然后呢，他太太的弟弟又是龙谷大学的教授，所以这个老板跟他说：“这样，我给你打一通电话，好，所有的这个需要的表格资料填一填，就可以让你去日本。”然后他们马上打电话，马上呢把需要的表格资料传过来。那传过来呢，他们有一个条件是需要高中文凭啊，哈。那上人他形容说，他原本很开心啊，哈，遇到这样的一个贵人，一听到要高中文凭，他就很落寞，因为他只有小学毕业了，哈。可是你知道阿弥陀佛怎么安排吗？那个理性的老板呢，就突然间灵机一动问他说：“哦，这样哦，那你有念佛学院吗？”他说：“有。”他说：“那这样可以，可以，可以。”佛学院哈，佛学院的那个证书可以。然后又问他：“那你还有什么吗？”他说：“哦，我曾经在佛光山的佛学院兼课。”他说：“哦，兼课，那这样可以，这个有资格嘛哈。”然后又问他说：“那你还有什么吗？”他说：“哦，我曾经在岐山有带那个带人念佛啦，念佛会带人念佛。”那个老板说：“哦，这样了，那你就是住持了，住持。”他说：“啊，没有带人念佛。”他说：“丢了，丢了，朱祁啊，朱祁啊。”然后就说把那个所有的表格都全部填一填，然后就寄回去，啊、哦，寄回去呢，他还亲自带他到日本哦，到日本去。那为什么一定要先进入大学呢？因为你的那个观光签证只有两个礼拜，那如果你作为留学生的话，你就是一年再签一次就可以。所以呢，他带他先到西本院寺，因为他们认识的就是这个大学。那西本院寺属下就是那个龙谷大学，他在那里半年，因为呢，他说我去呢不是为了文凭去的，对不对？那我也不是为了听其他的课程去的，我是为了要探求净土的教法去了。所以他半年以后，他就申请到东本院寺的大谷大学，因为大谷大学有个专科学院，这个专科学院是专门培养他们这个寺院做住持的人的这个学校。好，所以那也是专门讲净土的。所以他到了那个东本院寺的大谷大学呢，他就念了专科学校，念一年。那一年就结业了嘛。结业以后呢，他就去申请做旁听生。他说：“我又不是要拿学位，旁听生有什么好处？就是你什么时候要来听课都可以。好啊，也不用写报告，但是没有学位。”他说：“这个无所谓，没有学位，我随时要来听那最好了。随时想听就来听，选择我要的这个课程去听嘛。”那他说在这个日本这因缘非常好，因为呢花的钱比在台湾少很多。他说台湾当时在台湾大学这个附近的学生宿舍租金在一个月要5000块，他说他到龙谷大学他那个学寮哈、哦、一个月租金在台币就1000块哈、哦、然后那个他说那个洗衣机呀、瓦斯炉那些几乎是他一个人包场了，他一个人用了，因为学生也没多少。然后饮食呢也很简单，他一个月开销大概1000多块。那他常常如果有回台湾的时候，他就从台湾带米啊，带绿豆啊，带一些那个东西啊，木耳啊什么，自己带过去自己煮。所以他在日本，我问他说4年半，这4年半当中，
是奠定了对于善导大师净土思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因为他在这四年半当中，他除了在龙谷大学跟大谷大学之外，他是到处去参访所谓的妙好人啊。我们知道善导大师就是称赞我们是念佛人士啊、妙好人啊、上上人，对不对？他们就是去听这些教法。他说因为呢，这跟在学校听教授讲课不一样，教授没有信啊，他只有学识，他讲起来没有信是没有滋味的，他没有那种诚信，没有发自内心讲出来的。好，所以他就去参访很多，而且他一到日本，他说京都有三四十家旧书店呢，他已经逛遍了，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当时比较旧的日文的书，那些书全部都有带回来，这是奠定了就是对于善导大师教法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时间。我以前师公说住山哈、爱有条件，可见上人你主要是有条件，因为很多人爱问伊以前在山上自己一个人的那个情况嘛。是是，他我的印象一点讲多少松爱有多少松爱条件，所以那个上人你当时应该是具足那些条件，要不然是住不了。那饮食这些都自己来哈、都自己来、那我怕人家知道嘛，是，所以这个外面的路哈、都没有树立什么牌子，那里哈、也不好找、因为大树乡下、那路有分叉嘛哈、那个路也是乡下的路嘛、可是阿弥陀佛就会带人去，因为有一年民国76年，农历1月1号哈、高雄有个莲友，他就护持我住在山上的，事后也护持我到日本的，他二楼盖了佛堂，要我去什么开光什么的，所以我那一天一大早就到屏东去了，那么这个晚上回来，看到那个我的门缝有一张字条，原来就岐山的莲友来、留下来的、那我就在奇怪，哎呀，他们怎么晓得这个地方能够找得到、原来是这样、因为那个岐山的莲友是我们岐山莲友会的主要的核心干部，夫妻都是我们的莲友、那兰州在岐山高中当总务、那么过年之前他就买了一部120的摩托车，然后大年初一他就想到啊，我们大年初一没有事嘛啊，就去走一走踏青啊，顺便也去找师父啊。那他不晓得我在哪里啊，但是他的印象中就是观音山嘛，那他们就想到大社有一个观音山啊，所以他们就是三部摩托车，他一部载他太太，那么他儿子载他女朋友，然后他两个女儿啊，就三部摩托车，他们就从岐山出发，那骑到大树的时候啊，他们突然间停下来说，哎，往右边看哈、好像是有山景，所以我们尽量往山的地方。所以骑，对，他们就往那一条路进去啊，那一条路就一直走，一直走啊，走到比较没有人的地方，附近已经没有什么住家的，他那一台新买的摩托车120啊，骑我，爆胎了，爆胎，应该就破了，哇，他们就很懊恼了，大年初一，那在这荒郊野外。新车破轮胎，那怎么办呢、可是呢，后面有来一台摩托车，就问他们说车是怎么样的？那破胎，那我帮你修理。那一部摩托车平常都有带这个补胎的，那么刚好。对，那就在补胎的时的空间啊，对，刚好附近有一户。一户也可以说金色了，平常没有住人，就高雄一个算命的人啊，他盖那个地方就是做一种好像生机的
的那一种，我知道听过这种的，对。那平常他没有在这里，只有假日。那么那一天是大年初一，他们有在。那我在那里出入哈，我都不敢让人家知道，就只有那一家。我曾经进去，不晓得什么事情，问他们。然后他们才晓得，他们的后山有来了这一位师父。就这样。那其他也没有住家啊，所以他们在补胎的当中，他们就进去跟他聊啊，那就说：“哎呀，你们怎么会从这里来呢？你们是要到那里，到哪里呀？啊，我们要到观音山去找我们师父。那你这里有没有看到出家人啊？”他们说：“啊，有有，最近哈，我们后山住了一个出家人，长得怎么样啊？”就这样形容啊。那怎么进去啊？他们说：“从后旁边附近有一条小路，你进去找看看。”就这样，那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啊。就从那一条小路一直进去。那越走越觉得没有把握，为什么呢？附近都没有住家嘛，因为是山里面嘛。那道路是产业道路啊，就塔罗嘛。那越走啊，看不到有建筑物，那太阳要下山的，有一点慌，怕进去走不出来。对，好。那刚好看到远远地方有人放鸟，有人在起舞，我就去问。问说这附近有没有出家人，对方就说有，看曾经看到出家人从这里经过啊。那进去的话只有一个房子，古代留下来的啊。那你哈怎么走，经过一条小溪啊，然后左转啊，一直进去就会看到。就是因为这样找到了，找到找一天呢，一天呢，那个时候刚好不在嘛。他们但是他们一看就晓得，那就是我的地方啊。因为就只有那个地方有出家人啊。而且我这个门旁边哈，就挂那个南无阿弥陀小小的牌子，就这样。那他们也有拍照，在那里合照。那现在那个地方那个房子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在。上人在那里几年？三年。三年哈。那因为他有拍照哈，所以照片还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反正在头壳处啊。头壳处。头壳处。也开始脱尘啦。啊，顶管呢再用地下啦，还用粗坑啦。还有东南下的。无。冬天的冷啊，会烧啊。冬天的寒。夏凉。他们哎，头壳处的安尼。哎呀，对。但是是在山里面嘛。对。那头壳处。是很冷。所以。有两个多，蛇多，蚊子多。还有蛇也多。对，师傅你渡了很多蛇。对，我听到这个。有时候我坐在里面啊，就是盘腿，看书念佛，那蛇哈都会在屋顶上，因为头太粗嘛，所以都可以进出的蛇啊。对呀，对呀。也曾经我到外面回来几天回来。看我的小房间的小桌子上，有这个蛇，腾腾卡，在那里。那在外面念佛，也看到那个蛇，这样。那有一次我做网课，我都九点做网课嘛。那我那个时候网课还是波扎式的。我现在哈，早网课都念我一句话到底。那那个时候做网课要初十，初十晚上。那我住的那个地方是有电，所以有电灯，但电小小的。那水就是附近挑嘛。所以有电就方便啦。对，有可以电冰箱啊，瓦斯炉啊。那我七粒米拿出来也有火灯嘛。那我海青啊，袈裟啊，那。踏出火顶哈，就看火顶外头的这个中有一挂两株，是灰色的，好像咖啡色的两株呢，远远的。那是什么？那我就在想，哎，
我怎么会有一条这样的链珠掉落在这个地方呢？那么晚了，对呀、啊，那个我要出使嘛啊，我就啊去出使了，就还出使。那回来哈、啊，一看，哎呀，不是链珠，是草绳啊，草绳啊，因为它分开了啊。那一看，哎，怎么会动？啊，那是啥？所以我就停下来。一直念佛啊，那想到我等晚课做完了、才比较有时间跟你念佛讲话、所以我就进去继续做晚课、晚课做完了再回来看已经不在了，不在了、一开始去的时候破破烂烂说要整修、那在整修之前我就先洒净嘛，那个时候还没有专修净土，念大悲咒洒净，洒净哈，到那个野藻锅杂藻嘛，锅杂藻哈里面就一条很大的蛇，黄犬在里面，锅杂藻哎，那我洒净到那里，那一条蛇纹风不动，静静的，可能是大悲咒的那个哈、那我一看我就请人啊，我公先用布的，对的。然后到附近，啊，也不敢太远，因为恐怕他们夫妻呀、不眷属啊，哦，就这样。我师傅还想那么多嘞。啊，那个上人你自己给他提起来哦。那是请人家，请人家带啊，那个时候他都不会有伤害的动作，很静很安静，哦，哇，所以我想那是佛菩萨哈安抚他，因为虽然有责。我不是很有胆量啊、胆气，我也不是山上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蛇难免也是会害怕。对呀、对。但是想到我们是修行念佛的人啊，跟你没有冤的话，你也不会妨碍我，对对。啊，甚至或许会护持我。对，所以我才敢这样住下去。那菜哈，就是隔几天才带到外面买一些放在冰箱，因为我吃的也不多，也很简单，是就这样。那那个时候在山上就接触到了法然上人的净土思想。那个上人您看书的，看书哦，因为在那里就专修念佛嘛，还有看书嘛。那为什么要住山呢？因为那个时候我看这个阿弥陀经的解释，解释一心不乱，就是禅定的一心不乱，要有入禅的那个功能才算一心，至少要到欲界的未到地定，虽然还没有入这个初禅的禅定啊，你要有这种功夫啊。那我那个时候看这个天台宗的小止观啦、六妙门啦，都在强调如果要有定入定，必须避开人，有人的地方，甚至避开住家，最好是人声狗声都听不到的。那个时候就想到广老，广老在承天禅寺后山，真的是离开红尘啊、所以我就去找山住。那个时候人生地不少，也曾经北部啊、中部啊找。都没有着落。但其实都安排好了。那个时候我表哥在高雄啊、就买了那一片山。其实他们是刚跟这个当时的王玉云议长他们是一伙的。像现在义大一所大学医院哈、在那附近嘛，也都那个时候他们当时买的。那我觉得那个地方哈、是为我而买的，因为他买的还是几十甲地，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开发，现在有没有卖出去不晓得，刚好就有那个房子，那我一住就住三年，在那里发现到了善导大师这个净土思想他的法脉，我一看哈、我就很欢喜。晓得我有希望了，因为我虽然住山打坐，什么定的影子也没有。那个时候就在想啊，要怎么样解脱？
生死轮回。是。那假设我解脱了，别人不能解脱，那也没有意思，因为我的亲戚很多。哦。我想，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法门是修行精进、根基锐利的人能够解脱的？那么一般人啊，像我爸妈，他们没有宗教观念，也没有信仰，自己吃肉，甚至都在造业啊，他们也能够解脱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那遇到善导道是这个法门啊，我就很高兴啊，因为他有说到哈，这个若有众生啊，欲生我国啊，称我名号，下知十念，若不生者，不许正嘴。彼佛今现在世成佛，当知本是众愿不虚，众生生必得往生。我看到众生生必得往生，我就一方面惊讶有疑问，一方面很高兴啊。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不但我有希望，我父母、我的亲戚那么多，还有莲友们啊，以前带领莲友啊，我不告而别，辜负他们啊，那他们也能够往生啊。那到底这个教理它的根源啊，它的确实性什么样啊？为什么我以前在佛冈山出家啊，也参加了好多这个打佛七啊，那打佛七都有开示，都没有提到善导大师这个法。还有我以前也看了一些净土的书籍，也没有看到有善导道是这个法，可是是有这个法，而且日本有著作，日本弘传的很广，所以我为了了解这个众生称念必得往生的真实性，真的念我就能够往生，靠人家永无啊，那将人人都能往生啊，不论是出家住山的，或者是在家一般人都可以呀啊，所以我就要去要更进一步了解他的道理，他的原理。那我晓得在台湾是没有这个思想的，那在日本很多啊，因为我看的是人家翻译的翻译过来的嘛啊。我就在想，这个如果到一些书局去找，应该会有这一方面的书，所以我就到高雄找，到台北找啊，都到旧书店去找啊。那么有一天就在台北一个叫做二间堂的旧书店，它里面全部都是卖日文的，而且清一色都是佛教的书比较多啊。我就一本一本去翻，因为我虽然不懂日文，但中文看得懂嘛。它日文里面都有中文的。那个老板啊，看我这么的专注啊，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找日文的书啊？你有没有想要到日本啊？”我就说：“我想要到日本。”那我是找这个有关净土的啊。那么他一听啊，就点点头说：“你要到日本，我介绍你一个人啊，你去见他啊。”其实到日本那个时候，也是我一个很大的愿。因为想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一定要到日本一趟。那到日本什么去到哪里？那个时候对日本不了解嘛，以为就是跟台湾的寺院一样啊，到那里挂单学习呀但其实日本没有的，日本他们都是有结婚的，所以寺院就是他们的家庭，没有所谓挂单，没办法，而且没有不能做，很少而且你到日本如果去观光顶多两个礼拜之后就很难得再去了但是这一些我都没有去考虑到，是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心一意想要到日本这样而已因为我想到玄奘大师到印度三年是那个时候我也从
法然上人的漫画，看到法然上人，他十三岁出家在乡下，那为了更进一步，他的师父要他到京都比瑞山，那他的妈妈很伤心，说你在乡下，照样也可以弘法，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京都比瑞山呢？那个时候法然上人跟他妈妈说，要做一个伟大的和尚，就要走这个长远的路，很远的路，所以上人也想到这个。对，那时候有一个法然漫画，法然漫画，那我爸爸受日本教育嘛，我有请我爸爸翻译给我听，所以那一段我就印象很深刻嘛，所以无论如何就要去一趟，人家玄奘三年。那法然从乡下到京都也要一两个月，那我坐飞机只要两个半小时就到，因为我曾经到泰国是一个月嘛，那都住在寺院里面，也到尼泊尔一个月，因为那个时候对命中很好奇嘛，那上人很多宗派都有接触过，对，都有接触，就在喇嘛庙一个月，对，那回那个时候是民国七十四年的春夏之间，我到那里来回两三个月，那回来住山，对，才刚好遇到我的表哥，所以有那个地方是这样的，了解。所以要住山以前离开佛光山，我就先把台湾走一趟，去参访看有什么。这个奇人异事，有什么高修行人嘛？但其实也没有。上人，您当时离开佛光山呢、最主要是想要学什么才离开？要住山啊，要住山。那个就是要住山。善导大师的法脉还没有接触到。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有那一些书了，但是没有看。那个时候对南传的是那个时候南传的陆续到台湾，还有命中是。所以我想因为我民国七十二年曾经跟星云大师到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七十三年底，曾经有二十几个出家比丘组团到印度朝圣，我也跟着去。那回来也有经过这个泰国、香港。那我朝山回来，我就觉得不够瘾。像圣地的话最好是能够住下来，然后好好品尝但印度要进去也不容易，没有人带也不可能，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老法师带我们，他包一台巴士，老法师住在那里很久，都懂得那里的风俗语言，包一台这个巴士然后锅啊灶啊米啊油柴这个盐啊油啊都放在里面，到哪里就煮到哪里，就这样一个月住在车上，对，然后一路走，在印度，印度，因为印度那个时候民国七十三年了，交通还很不方便，落伍，而且饮食很不卫生，所以老法师就特别自己准备，这样，因为有那个经验嘛，是，所以我就想就到泰国。到尼泊尔，我其实是想到西藏嘛，但进不去嘛，所以就到尼泊尔。是上人想了解密宗是不是？密宗，因为密宗有密宗的对破瓦法嘛，对，因为我的主要目标一开始出家就两个目标，一个就禅，希望开悟，一个就净土，如果有开悟就好。没有开元往生净土算保险，我还没有出家以前就看了一些佛书的，也早晚打坐念佛，那个时候也看了一些禅的方面的书就想到这一辈子能够开悟是，那是最好的，人生难得嘛，要把握那不管有开悟没开悟都往生极乐世界，因为有禅有净土，是犹如戴脚蹼了，是。可是
几年之后才晓得，是这个要入定不可能的，是哎，要开悟也不可能的，嗯，因为我台湾走了一圈，也没有看到谁开悟，谁正果，对，而且去大彻大悟，还要断烦恼才能离开轮回，是，最起码要断见惑，是，那大彻大悟是大彻大悟啊，连见惑都还没有断啊，嗯，所以我泰国还有尼泊尔回来，那一些心就死掉了，哦，对那些就不好奇了，就对密宗难传的，对，就那些法就没有进去了。对对，晓得哈，这个对我来讲是我学不来的，不相应的，嗯，而且我所要的是一个普门的，嗯嗯，一般人也能解脱，不只是我的，是，如果想到生生世世的轮回，嗯嗯嗯，那我得六亲眷属的轮回多得不称其数，对，是，那我也希望他们解脱啊，是，哎，所以我就是找再找一个我能解脱，他们普罗大众也能解脱的，是啊，然后想到密宗破挖法啊，也要观想，也要持咒什么的啊，那南传以静坐为主啊，修四念处啊，这一些都是困难的，嗯，所以我回来就死心塌地以净土为主，所以就专看净土的书，嗯，所以这样才大概也是阿弥陀的引导啦，让我接触到善导大师，是，不然一般的净土是传统的净土是自贪二虑的，是，他们讲有正行有住行，正就你念佛要到一心不乱的境界，不然也要功夫成片，对，啊，梦寐一如的啊，然后住行呢，比如说往生咒啦，其他功德啦啊，那个时候就在想，哎呀，不论住行正行，这个也是很困难，是，要达到不容易，是，那如果不容易的话，那这一辈子生而为人，那下一辈子呢，那没有处理轮回就太危险了，是，对，那时候遇到善导大师的法哈，是，我就很压抑，居然有这一种的法，可是我们的历代祖师好像都没有看到，在弘扬在提倡，甚至著作也没有，包括莲池大师这么有名，弘一大师这么有名，都没有提到善导大师，也没有提到善导大师这些著作啊，可是日本有在发扬光大嘛，嗯，所以我就想我会到日本不可，就这样的，啊，所以那个就到了那个书店老板介绍你，对，那介绍啊，去见那个老人家，不管在中和在永和，是，原来那个老人就是他的爸爸，那个老人家就留学日本的，哦，而且是留学日本的西本院士办的龙谷大学，哦，西本院士的，哦，他的太太，嗯，就是西本院士寺院的女儿，嗯嗯，他太太的弟弟是龙谷大学的教授，哦，啊，那姻缘都很好，对，哦，那我去找老先生，他姓李，木子李，是，嗯，他晓得要到日本啊，是，他看我哈，好像也觉得我蛮实在的啦，嗯，啊，是是，所以也很愿意成就我啊，是，他就说你要到日本啊，嗯，要去学净土啊，你必须是进入他们的大学，嗯，为什么呢？你说用观光护照，你看一两个星期，对，嗯，之后你就不能进去了，是，嗯，那如果进入他们的大学，你就可以一年签证一次，一年到了你再签证，嗯，就继续留在那里，嗯，那这样你就能够深入他们的法，嗯，啊，就只有这个管道，嗯，啊，嗯，那么你如果有意愿，我就现在可以让你进去，哇，啊，那么好，你太棒了，他那里不用看初中的文凭，嗯，你把高中的文凭给我就可以了，嗯，哦，好好好，我一听我就有一点哈，哦，落寞，我跟他说不懂日文，我没有读过初中，我小学勉强毕业而已。哎呀，他一定很沮丧，哇，那就没有希望了。哦，嗯嗯，连初中都没有，我还是只有小学，那怎么进去呢？哦，他突然间灵机一动说：“啊，你有读过弗兰尼吗？”哦，有。
他手往这上面拍，可以，那可以了。你把你佛学院的毕业证书给我就好了。然后他就问说：“啊，你干啥？”我说：“我在佛光山佛学院哈，有兼课。”那有没有聘书？我说有。站得出来，这样就够了，够了。他就问哦，那你还有什么？我曾经在岐山殿我会带领这个共修，那就是住持咯。啊，住持谈不上。对了，住持啦，你先把他写下来。他就立刻打电话给他太太的弟弟，就说这里有一位什么什么人要到龙谷大学读，你把证件那一些该签的该填的单子都寄过来。寄那个时候已经是八月份了，他们招生是三月就结束了，那六月已经在开课了，那八月份他们九月还有一期啊，那就这么快一通电话打过去，他表格都寄过来，然后我就去体检什么啊，然后又寄过去，他这个入学通知寄过来，这老先生签字就带我到日本。哇，姻缘很好。我出国哈，就是第一次跟星云大师72年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在隔年就是73年到印度，然后74年初，我跟另外两个出家众单独到泰国，尼泊尔，然后在尼泊尔，他们目的就是要去找舍利子，他们两个舍利子拿到了就回来了，那我目的不在那个，我是要了解命中他有个破花法，希望能够灌个顶，修破花法往生就有保证。有灌顶到吗？有灌顶啊，有感觉有效没有？也没有，没有。然后那个灌顶哦，不是那什么的，它是传法给你，依照法去修。那我了解那个法之后，就晓得这个也不是容易的。那因为我是要找大家都能解脱的嘛，所以住了一个月啊，在里面住了一个月。那回来了嘛我现在要去，对那一些就放下了，掉对，就放下了，不会再去好奇了。所以等于禅啊、南传命啊，我都略有涉猎，我就不好奇，就一心一意在净土，就这种过程。那他就直接带我到龙谷大学报道，就这样住下来了。就算是因为那个时候报道是先学语言，他们有一个叫做龙谷大学别科，别科也算是大学生，因为毕竟高中才能考进去的嘛，是。那我是不用考，完全透过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就是这样子。对，凭我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这姻缘真的很好，所以到了那里嘛，就是那语言学习上，因为还有专业的佛学名词这些，不容易吧？不容易。但是因为我们随时我们是占得大的便宜，因为他中文很多。尤其是佛教的书哈，中文更多，甚至就一大片的经文，只要看那个中文，大概就了解它的意思了。然后我要到日本，就先学一些简单的这个阿萨兹的口头吧，就是打招呼的语言。学了多久的语言开始进入念那个？我在台湾，就是自己。就是屏东那个居士哈，他们以前也学过日语，把他们学的那个初级日语的书还有录音带给我，我就依照那个看，依照那个听，就这样的。那不容易，那个也是很粗浅的。那一进去了啊，那所有大门都打开了。也就是那里的台湾的留学生也不少，都互相照顾，互相介绍。所以隔一两天，我就买一本京都的这个旧书店的一本册子。京都有30-40家旧书摊。我想到哈，这个旧书店里面比
比较有早期的，哎，那现在的书店都比较现代化的这个语言啊，那早期所写的味道哈，法意比较纯，我就一大早带着便当，因为我都是维持吃素嘛，也是维持这个出家僧啊。他们那里没有吃素哈，他那里没有吃素，但是他们的办的龙武大学、大谷大学、佛教大学都是寺院办的，是，所以有叫做修心六礼、精进料理，精进料理就没有鱼、没有肉，啊，不过有那个葱，哦，那我们会挑嘛，对，我就自己带个便当，一大早去脚踏车，按照这个地址，所有的救助他一家一家。去找，所以没多久，京都的所有旧书我都逛过了。那个时候买的书真多，因为想到说，不管我现在看得懂看不懂啊，将来或许看得懂，而且只要可以留到，就把它带回台湾留着。所以就是这个因缘，所以我就想到一路走来，也有弥陀的引导，比如岐山的居士能够找到我，那很显然就阿弥陀引导。是，对，是。那我能够顺利到日本，也是阿弥陀引导。对对。因为居士是这个李居士，凭什么机缘？对呀。而且我是小学毕业的，凭什么到日本去？哦，住在他们大学。对对。而且我去有费用，什么都很便宜。因为经过了半年，我就想到哈，我不想读大学的。也不想拿文凭的，我只是想到这里来住下来，然后到处听他们讲法，然后到处去参访这些妙好人，因为我那个时候也看到这个妙好人这一本书，我看到啊，我不是想要读大学的，可是你没有大学的这一些身份哈，你不可能留啊，是是，那他们这个课程哈。我也不喜欢，因为我唯一的喜欢就是净土，所以我就在动脑筋，有没有什么学校哈是专门在讲这个的？因为我想应该是有，他们要培养他们的出家众啊，好像台湾的佛学院啊，是是，所以我就找到那个，我龙谷大学是西北院是办的，是那东北院是有办个大谷专修学院，但就培养他们的。的这个出家人将来要接棒住持的啊，那受的课大部分都是净土的，所以我就申请到那里去了。那住的地方是他们大谷大学的学寮，那学寮学生也不多，那里瓦斯炉、洗衣机几乎都我一个人在使用，那房租只有5000日币，那杂费500块。5500块，那个时候才台币的1000多块，那个时候台大附近的学生啊，房租都5000块左右，那我在日本哦，比在台湾租还便宜，是，那我回来到日本了哈，什么米啊、香菇啊、哦木耳啊，哈，我都自己带，甚至绿豆也自己带，从这里带过去，带过去。曾经在那个海关哦，他们也好奇，哪有人带这种东西的呢？哦，说会不会有问题啊？把那一些米，因为我带的是糙米嘛，因为我想糙米比较有营养啊。那日本的东西什么都比较贵，台湾什么比较便宜？是是。那一些海关的检验人员啊，带到房间里面去，他们日本啊，日本人这台子做钉金把它倒出来，对，然后。很详细的查，里面有没有藏东西？说的我靠米的是嘎，这就是米吗？这就是米吗？对呀，我们都从日本带米回来，你把米带进。对，最后呢，原来就是米，没有什么条件过关，这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上人在那里念了几年？前前后4年半。四年半。因为费用很低嘛，住在那里1000多块的台币而已。那煮都是我自己煮啊，那我可以自由的到各地去参访，因为我到了那个大谷大学专修学一年啊，就学业了，就申请大谷大学旁听生。旁听生是什么呢？
你可以选择所有的课程，大学还有研究所博士课程都可以选啊，但是呢不用写论文，只不过没有文凭。那我想啊，这个最适合我，我要来听就来听，不然我可以到处去参访，所以有这一种，以这一种身份然后到处参访，所以我对于这一个法门啊，还有那一种信，有那一种心情，是精神理念，才会了解，不只是在学校里听教授讲课，听教授讲课是没有味道的，因为感觉不出有信的那种精神，所以到处参访，到了四年半了，觉得可以的，够了，我就回来了。那段时间呢，他自己就开始有做笔记，陆续有做笔记，所以他四年半之后回到台湾呢，就他说先住在新庄弟弟家，就开始有了写书。他当时是想他只要静静的修行，因为上人的性格很内敛，他觉得他不善于做其他的事情，他就想说写书如果给有缘的人看到有利益。那一直到84年才到台南精舍写书，当时没有打算出书，是影印影印呢，装订，然后呢给有缘想看的人看。可是后来发现这样很不方便，因缘的这个驱使之下呢，就出书，好，就开始出书。那一直到民国92年，他从84年到92年都在台南的精舍。到92年，当时有位现代禅非常有名的李元松居士呢，几度打电话请教他净土法义，刚开始都没有说他是李元松。到最后才说他是李元松，他上人他很客气啊，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说李元松，我给他提皮包开车都没有资格，他就形容自己了，因为他对于李元松的学识，对于他的辩才，对于他的种种，他非常的尊崇，好，而且他底下的弟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他想怎么可能李元松来请教我净土的法义。而且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李元松已经重病了。然后在92年的阿弥陀佛圣诞那一天，李元松往生。往生之前，慧净上人曾经到医院看过他一次。往生的当天，他的弟子打电话来，他就因此而北上，去念佛，也带着他们弟子们念佛49天，地点就是现在的象山道场。现在的象山道场就是李元松他们当时的叫做本部，好了，就是教学啦，种种共修啊，都在那个地方。那也因为跟他们的弟子们来讲净土法义，讲了49天，而且大概李元松的愿望就把这个道场就供养。那因为那个道场是现成的，就是你办公桌椅电脑种种现成的，也变成说自然而然的就在那里出书，而才有现在这么多净土宗的书籍，所以才慢慢跟人家结缘，慢慢出书，一路走来。那个时候哈，我都没有想到现在，也没有那一种愿心哦，是要找个地方开堂布教啊，甚至再度成立殿，我都没有，只想到一个人静静的了解这一些书。然后有缘就出书，让人家有缘的人看到。可是，一步一步就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对，这推不了任务。也是阿弥陀安排的。对，我在台南精舍嘛。要出书打字都要去央请人家的。那有一天，1992年10月，李元松，你知道吗？我有看过您写他的、那个。就主动打电话给我。对，然后问我一些问题，那我也不会攀援说你是谁呀、经过2-3次他才说他就是现代禅，他叫做李元松，我听了哎呀非常的惊讶，李元松打电话问我有关净土的教义，李元松，我跟他开车那皮包都不够资格吗？我就这样想了。那上人就是您来我这里，我也是这种心情。不是，你是佛门龙象，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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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一个栋梁，没有，不一样。没有，
那李延生说他身染重病，他是活在没有明天的日子。哦哦、他跟您联络的，我看过您写他的，对，还有开始他联络已经是癌了，是不是癌症了？他不是癌症，哦、但是、哦、不是癌症，病重。他希望我去住那里带领他们。哦，哦那我不敢呢、啊，因为我比较内向，也比较脆弱嘛。嗯，那他的学生很多都教授、老师，对对，就是精英分子。是，嗯。嗯我帮他拿皮包都不够资格，哪有资格带领他们的学生呢？可是他每次电话来都很恳切的。哦、嗯，那刚好在那个弥陀诞那一天、嗯，他往生了、哦。然后他的学生打电话给我，那我就上去了。哦，嗯、所以他往生之前您没有上去？没有见过。没有上去。哎，有上去过，到医院看过他一次，之后回来，那我是一直希望他能够好起来，以他的这个智慧、学问、辩才，还有他那种德恨魅力哈，他胜过我十倍、百倍以上，所以我就说，你就是台湾的净宗法师，哈，希望你能够早日健康起来，像大陆净宗法师那样的。弘扬，可是他那一天往生了，哦，一把引磬，还有衣服一带，我就坐飞机到台北了，是，就这样住练24小时，是，啊、哦，就这样下来，也不止24小时，49天，然后要跟他们讲这个法义嘛，就在他的道场，晚上他的100多户在香山呢、那个，对。就象山，现在象山那个道场，对他说有100多户在那边，所以他的房子，还有组织人员、办公桌什么的，啊，硬体设备、软体设备都现成的，嗯，所以也就在那里出书，哦，就顺理成章的就降下来了，因为跟我出家的净是辈的，所以出家众哈，是，他们都清一色专一净土，是，而且是。一心无二的，是是专一不变的，是是盘如坚如磐石的，磐石的对、哎，我们都半夜哈、哦，对，聚集在一起，然后背中风一个人啊、哦，轮流背下来，哦，那常常心里中风嘛，是，所以心性就会柔软，对，不然一个道场人多的，每一个人有个性就会摩擦，特色就是很柔和，因为很祥和这样，本根底哈、哦、是，是，也个性不起来，也交办不起来，因为都自认罪恶生死烦。对对对对对，你有的我也有，是，我有的可能你没有，是，所以我比你更差，是是。那这样的话，他有时候计较不起来，是。所以我们被中风是要恩慈体贴。谦卑柔和，要让每杯功夫用共过。那想到这几句，脾气、情绪、生气就不可能起来。是，但是也很不容易。我觉得上人智，您的德行啊，所以这所有的法师这么多念佛会，真的，我以前第一次哈、哦、在影片上啊看到那个上人的影片，因为那时候开始在要学净土嘛，那只能从网络。学，然后我看上人影片的时候，因为那个法缘他帮我开车嘛，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法师很慈悲，我就从他的我不会看相了哈，我是说我从他的脸相里面感觉到从里面透出来那种非常慈悲，很特别，就是上人给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很专精学习。那各位法师，你们很有福报，这跟上人出家。上人，我有一个比喻，您听看看哈、啊。我觉得哈、啊，他们就像那种真的很有福报，就是那种宫廷御医体系，可以把医人的这个医理学的一整套非常的好。我这种是流落民间的大夫，只能自己摸索上山采药，然后呢。有缘人有病，我们只是啊仰仗佛力，尽力劝他念佛，只能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一整的体系，因为我昨天跟义工说啊，这个已经时间有点晚哈，如果早了几十年，现在是苍苍，这个是茫茫法苍苍的年纪了，要再研究有比较累了，记忆力也不好了，其实眼力也不好。对我们的出家众哈，是怀抱一种抱歉的心，因为几乎对他们哈是也没有什么教导，所以平常也几乎没有开会。或聚集在一起，都让他们好像自生自灭。您不会，您的那个，您的法，你们会觉得这样吗？因为我们的师父，我们是言教在书上，身教是啊，是啊，您的身教言教就够了。我觉得他们还安分守己，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的，是能互助合作。我想这样，我再怎么没有能力的话啊、那还可以，上面有阿弥陀佛，是这样的。那我哈、很不敢照相，更不敢上荧幕，但是又不得不上，因为我一直很瘦，所以人家会看说，啊、靠，人师傅要你上。所以这样的话，对不起阿弥陀佛。没有他，那个上人，我想来跟你相反，我是因为身体健康，我以前很瘦，那因为不会照顾自己才身体，但是我这么胖，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一个修行人怎么这么胖，对不对？你来讲阿弥陀佛的法是适合不过的，因为你只要静静的坐在中间，人家都想到哎呀阿弥陀佛在那里。没有，这上人真的不可能。没有上人，您真的，您不管照相或者是那个影像哈，真的，你那个慈悲是隐藏不了的。我是一个不会阿谀奉承的，就真实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重要。假设没有当时上人他想要探求善导大师教法的这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对他这个精神是。很了不起，他当时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说他想到说，第一个他说玄奘大师他为了这个众生的利益，为了去求取这经典，三年的期间才到印度，历经艰辛万苦，生命悬于一线，是不是这样？然后他又讲法然上人有一本画册，这个画册他爸爸当时曾经翻译给他听过，他爸爸是受日本教育，懂日文，看得懂日文。法然上人说他，因为法然上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家里在乡下，然后呢他呢发愿要到京都的比瑞山去求学。当时法然上人的妈妈流着眼泪跟他说，在我们家乡也有佛寺，你也可以弘扬佛法，为什么你一定要到京都比瑞山那么远的地方呢？那法然上人当时13岁啊，跟他说，因为要做一个伟大的和尚，就要走遥远的路。那我想我应该要走遥远的路啊，为了做一个伟大的和尚。上人说，因为从乡下走到京都比瑞山要一两个月的时间。那上人当时跟我对谈，他说，第一个玄奘大师3年到印度，第二个法然上人走路哦，走了一两个月才到京都比瑞山。今天我坐飞机2.5小时就可以到日本，为什么我不去？好，那他给我的后来的资料，他还曾经跟别人说，今天我是出家人，孤身一人，没有牵绊，没有家庭，我不去谁去？好，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很坚定一个信愿的一个驱使呢，他就是要去探究这个教法，因为这个教法如果是真实的，可以普利群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愿力。我们也很感恩这样的一个愿力啊，那也很感恩当时二间堂那个李老板啊，那促成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促成了这样的一个日本之行。你想，你去书店有没有一个老板对你这么好？大概我去也没有人要问我你要不要去日本呢，哦，是不是？还就给我介绍一个贵人，还带我亲自带我到日本，哪有那么好姻缘？这是阿弥陀佛安排，因为为什么？这是重责大任，这非常重要的姻缘，因为这个姻缘会开启台湾后来20几年这个净土
这个教法的一个弘扬嘛，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些书，我也看不到啊，啊，我也就不会弘扬善导大师的净土了。我就是受益人之一啊，我的感恩都源自于此，我非常的感恩感念。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一段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还在圣道法门里面徘徊，或者你还在自力修行的念佛法门里面徘徊，你认为你必须要到一心不乱，你认为你必须要梦寐一如，必须要功夫成片，以至于你往生没有把握。我现在就要告诉你，如果你在修圣道法门，慧净上人替你走过了，禅宗已经走过了，哎，定的影子都没有啊，南传的也去过了，亲自去认为很困难，要不然我们观看看呢、啊？大家都在这静坐，现在开始闭眼睛，四念处给关了，给干嘛都很难吧？观身不净，观受是苦，那不是真的观呐、啊，很难，是不是？好，密宗他也去探求过了，密宗也探求过，因为探求过舍弃啊，对，最重要的，一般站在圣道法门教理的念佛法门，他也探求过。他说：“我当时已经没有路了，就剩净土的路。那剩净土的路，虽然听到要这样，那我也没办法，因为没有路可以走。你知道吗？我们都是这种心情，我们想要了生死的人，遇到善导大师净土思想，为什么这么的感恩，这么的欢喜踊跃呢？因为你无路可走，你终于看到了一条路，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那种希望跟那种感动、感恩是这么来的。”他当时也是这样，这些历代祖师、慧净上人都替你们走过了，现在请专心一意的来到善导大师的净土法门，阿弥陀佛本愿，一向专念到底，决定往生，决定往生，非常殊胜，非常容易。这是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一段影片呢做出来的一个原因。那现在呢，因为他给我看很多的照片，这照片啊可以印证啊。这个你看，像这个就是到泰国，应该是泰国吧，泰国就是南传佛法，对不对？南传佛教的袈裟是这样嘛，他在住山哈、哦、他民国74年住山之前，就是到这个泰国一个月，专门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哈、哦、然后呢，这个我看这个一定是尼泊尔，你看像有喇嘛密宗的，对不对？有那个哈达嘛，对不对？脖子上挂的是哈达，就一定是密宗的。这个就是74年之前，他也到尼泊尔一个月，为了去了解密宗的破阿法哈。然后呢，这个哦，那天真的是非常的，大概是佛的这个安排是什么？因为我要去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我要跟上人要一张照片，就是他在跟我对谈里面说他住山哈。那个超疗啊，哈，那个超疗啊，现在已经不在了，因为他当时有跟我说，还好他的弟子哈，大年初一因为阿弥陀佛的这个安排呀、啊，真的找到那个超疗啊，而且在那里拍了一张照片。他说因为这样，所以那个房子的样子才有留存下来。我12月27要去之前，我就想，我一定要去跟他要这个照片。我不骗你们，真的当下。讲完话，他第一个马上说：“哎，把这张照片印出来。”我说：“为什么这么有默契？我就是要来这一张，要来看这一张照片。”他住山哈，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房子。他说呢，底下呢就是砖块，然后呢墙壁呢就是竹子啊、泥土啊，有没有？他说当时已经很破旧了，很破旧了。这种房子、这种地区、这个偏僻地区，有两样东西很多，蚊子很多了，蛇很多。他说那个他常常在房子静坐，那个屋顶上就蛇就这样过去，或者走在外面那个外地，那蛇也就这样过去。他也曾经自己做晚课，在初时的时候，那走到门外，他以为是草绳还是念珠啦、啊、他有陈述，后来发现会动才知道是蛇。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地方蛇很多，可是也很感恩这一间超疗啊，他在这里3年，没有这一间也没有他接触到法然上人的书，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那这一张呢，这个应该是大谷大学，就是专修学院，有没有？他们不是在东北院寺大谷大学专修学院嘛，他这里啊，你看他这里都还有这个年代啊，一九
1990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珍贵的照片，因为这一段时期奠定了他对于善导大师教法很重要的思想。那这个呢，他说是跟日本寺院的住持合影，因为他们的住持是在家人，但是穿的也是比较朴素。很重要的是，这个住持呢有带他去看一个妙好人的一个坟墓。这个他这个妙好人他们当时还有这个书，这真的很慈悲的一个老人家，就只有一心念佛，其他都没有。而且你看哦，这个妙好人的坟墓，你没有发现跟台湾坟墓哪里不一样？他们的坟墓跟台湾坟墓哪里不一样？你们有没有看到多了南无阿弥陀佛的那个碑呀？台湾没有这样做嘛，对不对？嗯，我们的民俗风情没有这样嘛。可是你看他这个墓碑旁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南无阿弥陀佛的碑？他就是说是这个住持好带他去看这个墓，因为这个人是一个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个念佛人呐。好，那这个也是其他的，应该是都是那一段时期的。然后他说这个，他还特别跟我介绍，他说这个就是他去看那个墓的妙好人啊，就是这个。那个虽然说这个年代久远，然后又经过影印啊，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很慈悲，这个老人家很慈悲。所以这些他就是你看都给我那个，你看印了很多，这个是都是在日本时期的照片。我们想说在影片的时候再看看能不能拿到原档再让大家看，因为这样子是模糊不清的。那这个也是都是在日本，他在日本时候的啊一些照片。然后呢在日本时期，他说这个跟台湾的居士有人去看他，这位是严宗养居士。因为这有什么因缘呢？因为在应该是民国76年，我们妙通寺唯一举办的一次大专佛学夏令营，200人2个礼拜，就是这个严宗养居士呢他所发起的。然后我那时候是做照客，那时候慧净上人说他有特别被聘请去讲净土，我说那上人你的房间是我打扫的，因为我是照客，专门负责打扫房间跟厕所。那时候200个人都是我们2个人负责而已，只有2个人负责所有的疗房还有厕所。好，这个也是他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居士哈，去日本看他，这日本的时期啦哈，这是日本的时期。然后呢，这个他还给我看他跟这个净宗法师的相逢的一些这个照片。净宗法师，因为净宗法师也是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个人才，也很了不起，大约是这样。然后连他们去参访这个那个什么，这个大陆哈，大陆这个有故宫啊，哈，有紫禁城啊，故宫啊，哈，啊那个还有一些一些都是类似的。我这些在整理，跟他们要，我再去跟他们要那个拿来放在影片上。那我要做这个影片，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利益众生，因为要知道。如果没有慧净上人，他当时因为这样的一个愿力前往日本去探求善导大师的一个教法，把他带回来以后，你要知道要写书呢要非常有定力，因为那是孤独的寂寞的，就是你一个人，而且写文字是很耗脑，因为我自己有在写文字。那你要一本一本的书一直的出下去，一直到像目前这样已经20年了。从92年李元松居士的因缘，他们到象山道场，刚好到现在这个时间整整20年，就是阿弥陀佛圣诞刚过。那这20年当中，他说他也没有想到会变成有这么多的念佛会种种这些，因为这不是他所想要这样做。因为他很谦虚，他很客气，他说他只想要自己静静的写书，他认为他也不适合这样来接种他说他也很不适合这个照相摄影。那我们跟他说上人你照相摄影都很好看他说他很不适合，他说他也没办法，又不得不如此这些。但是非常感恩有这一段的因缘，成就了我们今天可以学习这么详细的一个净土法义。那我也希望这个影片能做好，也算是向慧净上人的一个致敬也是让所有的修行人
啊，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净土法门，都有所注意啊。如果已经是进入净土法门的弟子，我觉得应该要了解我们台湾净土法门能够弘扬的这段缘起，好、啊，这段缘起。所以呢，我才特别呢，想要做这段影片。那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呢，能够更加的珍惜，能够听闻到净土的教法是何其的不容易。我们现在都可以免费的可以拿到净土宗的所有的结缘的这些书本。这些书本得来不易，是当时上人前往日本那四年半探求法义，然后回到台湾一笔一笔写下来，才有这些教法的精华一本一本的出书。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珍惜能够听闻到这个教法，然后更精进的念佛，也要更自信教人性的劝人念佛，来报这个佛恩，报师恩哈。南无阿弥陀佛，好，我们三称佛号哈。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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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